思是，我虽然说了那么点小事，但是我并不是觉得那是一件小事儿，我是觉得。你是第一次吗？当然。当然不是第一次了。你笑什么？严肃点啊。因为你好像真的不太会骗人，教练。知道了，但我保证我之前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了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。对不起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，但我是真的很喜欢。知道我比你大几岁吗？这跟年龄没有关系。我还是你教练。我认识个体育队教练，女教练。哪学校的？教什么的？师范的，教篮球的。接着说。他有一个学生，一直跟着他训练。一直也挺刻苦的，心思都在比赛上。突然有一天，你怎么讲个故事还抑扬顿挫呢？哎，不是，你别打岔。反正就突然有一天，那男孩亲了他一下。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亲了他一下。快说呀，为什么呀？那就得看那个教练喜不喜欢那个男孩了。要是喜欢呢，那就是两情相悦的喜事儿。要是不喜欢，不搭理就行了。年轻孩子上头，过几天这劲儿可能就过去了。如果你觉得体育带给你的痛苦远远超过快乐，那就不要再练了。我只是觉得，你没有我第一次见你时那么耀眼了。Thank you.